今天是我来越南北越河内的第二天，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是要去鹿龙湾。我现在已经到鹿龙湾了，然后这个斗笠是导游赠送的。我们已经上岸了，然后现在时间是11:40，所以时程大概是90分钟。那导游说上船的时候记得要给小费，但一个人是20000块越南盾。来看，就是跟那个玉龙河超级像的，然后交通工具就是他们桂林是用竹筏，但这边他们鹿龙湾他们主要是用小船的方式，然后他们这边是用桨，鹿龙湾是用桨，但桂林他们是用竹竿，就是他们是用竹竿撑在地板上往前滑，觉得超酷的。然后鹿龙湾这边他还可以看到钟乳石的地，鹿龙湾这边蛮吃天气的，如果是夏天来的话就会超级热，觉得这两个地方就是超级像的。去过桂林就可以不用来鹿龙湾，如果去过鹿龙湾就可以不用来桂林，因为他们两个就是行程是非常相近的。我觉得唯一主要的差别就是鹿龙湾这边你可以非常近看的钟乳石，然后我忘记讲一个，就是桂林的玉龙河竹筏它比较刺激，像刚才搭的鹿龙湾它就是整条非常的平，然后就不会让你碰到水，但是你如果去看我那次玉龙河竹筏，今天就是要来搭这个，然后这个也是附在行程里面。我刚刚搭了很久的游览车，然后抵达下龙湾，我们现在要准备搭女皇的双层缆车，然后这也是全世界就是有金氏纪录最大的缆车。然后刚刚导游给我们的这张票，说它一个缆车可以就是容纳230个人。然后这个缆车是有分上下层，我觉得超酷的，是完全没有搭过这种上下层缆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过去看看吧。我们现在在下层，然后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再上层。
现在在太阳之眼摩天轮的最高处，然后这边可以俯瞰整个下龙湾。下车了，总时长大概是15分钟。现在摩天轮超漂亮，因为已经晚上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摩天轮的夜景。等一下，大家回去的缆车应该可以看到全部的摩天轮。